今次個官係好老，佢亦知道呢個係公眾利益嘛。你法援喺度玩乜嘢啫？上次我打兵權兵屋，我完全都唔係持份者。呢個公眾利益，法援都俾嘛？點解可以唔俾咧？嗱，官司冇話實贏嘅，但係我知道正義同埋公義都站喺每一個人嘅身邊嘅，唔係話成日都黑文嘅，總有青天嘅一日，就係咁解啦。而家心情點樣啊？不直講，心情都好平凡啦，因為我打幾十次司法覆核，輸嘅多過贏，因為告政府根本係冇機會贏嘅。不過如果冇人出嚟講 no，政府會唔會嘅？我有陣時好多時打咗輸咗，但政府知道自己嘅政策係需要喎。政府唔係一定對嘅，如果係唔啱，咁應該有人出嚟話俾佢聽。咁佢知知道錯啊嘛，唔係學一啲黨部乜都唔話政府啱嘅，乜嘢政府錯都話政府啱嘅，咁樣係害咗成個國家。害了整個社會。